说说初一 rapper、yeah. rapper 大灰狼怎么办？哇，都对了，下一个没有没有下一个都一样的啊、哦，是对的吗？是对的，大家都很明显啊，为什么我这么容易被猜出来？所以你记得你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什么吗？缺牙的最后一天，他有一个下半张脸的那个视频。嗯，我一想到那一个，我就觉得你们应该会认出来了。哇，好细心啊！牙医的敏感。张嘴笑一下，露个牙好吗？现在已经装好了。装好了。嗯、哦，对哦，缺牙的状态有的救了是吧？有有有，都有的救了、嗯。怎样都有。你们俩好过分。罗拉是可爱的，会让人想逗一下。对不起，对不起。那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那半颗牙补的怎么样？你自己觉得有问题吗？有色差。我很少跟别人探讨我的牙。而且我们今天第一天见面，我要跟你们聊我的牙，我也怪害羞的。你今天是心情不好吗？啊，你很初一。没有。嗯。他在微信聊天的时候是很活泼的。对啊，太反差太大了。I picked you up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 You look so pretty in the street. My head light all the time that was passing us by. Been on my mind. I drove you out with my foot to the. 你可是用掉我一半时间的女人，你是什么霸总发言？他反差真的蛮大的，对。是有一点点的，跟他的聊天对话方式的人，对。啊，那俩男生也是对怎么办最感兴趣。嗯嗯。今天就很闷。嗯哼。所以说问你心情是不是不好？嗯，没有，还好，没吃饱。嗯。把菜都往那边挪吧。不用，我开玩笑，真的。水果。嗯，不用不用，谢谢。水果 OK 了。不用不用，水果也不用，谢谢。大家还挺欢乐的，但是我今天不是很在状态上，就话比较少。我其实对选我的三位男嘉宾，我还感觉到挺抱，也不是抱歉了，就是很尴尬。我今天确实反差比较大，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落差。我是一个比较怕，也不是说怕生吧，就是有一些场景我不自在的时候，我就不太爱说话，我就放不开，然后整个人就陷在自己的一个小的世界里面。你们刚才有看到吗？就是那种公共的那种，就我自己心里还是蛮复杂的，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今天这样的一个表现。然后脑子都在工作里面，也是一种分散自己的胡思乱想的那种想法吧。你要看什么电影？待会看他们想看什么吧。你声音比你声音比语音正常一点。不是那个语音，那个是 hello， 可能是 hello。不是，记得你，不记得你第一次发的语音，你重听了，你去再重听一下，你是。Hello， 小助手，请上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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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笑到爆，你知道吗？我后面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好。你再重听一下好吗？这竟然还有个秋千，我还没来过。我们下午来的时候看了一眼。我没看，我一直想等大家一起看，然后
我想哪儿都没去。我发现大家节奏其实都不太一样，就是男生女生两边的。对。对，然后都他其实都很懵逼。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只能进一次。请你不要靠近他，但可以猫一眼。你看他俩立刻来电。这也太尴尬了吧，这么亮射在里面表白。哦，他其实不是能看到天的那种，它上面有个大灯泡的那种。It's always a good time。你们刚才没有玩这个吗？没有哎，我超想玩这个的。罗拉，罗拉来破冰的。人家本来并没有冰，他来冰住了。对，冻上了。你要推吗？我自己应该会啊，小心小心，我怕撞着你。脚小心哦，我怕会踢到这个。不会不会。哦，好玩，超爽的。两个人眼神开始往两边瞄，多辣呀！在看电影了吗？他们没有，他们应该还在研究那个怎么用吧？没有我，这群人都不会用这些东西，因为都是你家。你们去哪儿啊？刚才在外面玩秋千呢。给盖着，我刚刚过去拿的。谢谢。OK， 先盖上，盖上。搭这个颜色好看，我搭这个。有人吗？他们在哪儿啊 ？Hello， 这房子也太大了嘛，找不到人。嗯？啊！啊！嗯？你们在哪？我找了半天。找我？找你们？你们在哪？哦，不是在那里面吗？找你们？打游戏啊？没有啊？没有吗？空的。那就是影音室。哪里是？影音室。那影音室。送一个俾你。咩嚟？就手 sanitizer。哈？咁我手都需要嘅。消毒的，消毒的。影音室是在二楼，是不是啊？唔系啊，全部空晒啊，冇人嘅。下面一楼冇晒。系啊。影音室系边啊？咁搞笑！哇，那边放烟花哎！只有他们两个人看到了。这个就是缘分吧。这是。我们在看电影，我们刚进影音室，我怕你们找不到我们。影音室在哪儿啊？在里面。哦，这么隐蔽的这个，它能选吗？那 APP 腾讯视频啊啥的。腾讯视频应该是开通会员了吧？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也是这么肯定有的，肯定有的。真是老人东西。这没有用。哦、oh, ，哎呀，来了来了，电影快结束了，我已经转了半天了，快结束了，给你们男生买的小礼物就是免洗消毒液，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大家，来分礼物了，分礼物了，对对对。